本科著卷中第七十面，卷中第七十面利益存亡品第七，请睇经文。以是地藏菩萨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是阎浮众生，举心动念，无非是罪，脱获善利，多退错甚。若遇恶缘，念念增益，是等辈人如履泥涂，负于重石，渐困渐重，逐步深坠。我哋睇一段，一段里面系一部经里面，亦系重要嘅一部分。特別是在現在的七月，民間都知道以一些超度的法事。那超度法事是從什麼地方起源的呢？依據什麼樣的理論，在一部段經文裡面都會給我們講得很清楚、很明白的了。经一开头咧，系地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讲嘅一段话，呢个系佢喺我哋世间度化众生所见到一啲事实嘅状况。阎浮众生，这个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了。举心动念就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啊。地藏菩萨讲的这句话有没有过分呢？我哋自己要认真冷静咁去思维，起心动念系唔系罪呢？佛讲呢部经，呢部经系喺方等会上讲嘅。喺嗰个时候，三千年前菩萨讲的这句话，确实是会被我们怀疑的。如果在现代这个世间来讲这句话呢，我们就会很肯定，确确实实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啊。可是菩萨的意思很深，为什么呢？起心动念就是罪，这句话讲起来很难明白的。在如来果地上，在发生大事，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。我们讲原教初住菩萨，他们还会不会起心动念呢？不会的了。这个意思诸位听明白吗？你就明白起心动念
就落喺十法界里面啊。所以佢嗰个罪嘅标准定得高啊，嗰个标准系一真法界同十法界嘅界限。你落到十法界啦，咁你就系罪啦。十法界里面，声闻缘觉菩萨仲有佛，藏教嘅佛、通教嘅佛。所以起心动念系乜嘢呢？已经把你嘅真心真性变成咗色啦。法相中里面讲嘅修行嘅标准呢，系转色成智，转八色成四智。起心动念系转四智变成八色，呢个系罪啦。是从这个标准上来讲的。我们今天这个世间那个标准就更低了。今天世间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三恶道的标准。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是三恶道的罪业。当然地藏菩萨确确实实这个意思是指三恶道的标准的，确实指一个的严重的分别执着，十法界里面分别执着很薄很淡薄，六道里面分别执着就严重了，尤其是恶道众生啊。佛在大乘经上跟我们讲十法界的业因，这个是我们真正想学佛的人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。时时用佛陀一些教诲来测验自己，我们的功夫是不是得力，我们的修学有没有偏差，有没有错误，用这些教诲来检点啊，来考察啊，好像读书一样，时时要察看自己的成绩。佛讲俾我哋知，十法界嘅业因，呢、这个业因当然非常复杂啦。复杂里面总系有一个最重要嘅因素喺度嘅。我哋讲第一个因素，佛就同我哋讲啦，以十法界嘅第一个因素啊，法成佛。第一个因素是平等，法是平等心的，等念众生啊。如果有分别就不平等了，所以佛体虚空法界决定是没有分别的，那个是一体的。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个要素，菩萨是六道心，起心动念能同六道相应的，这个人是菩萨了。圆觉心呢是十二因缘，念念同十二因缘相应的，这个是辟支佛啊。念念同四体相应的是声闻，这些都讲第一个因素啊。念念同十善，
四无量心相应的，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，这个是六道里面的天道。为什么会生天呢？上品十善，还要具足四无量心，这种人生天啊。到人道里面来得人身的呢，同五界相应。我们今天得人身，过去生中修行是同五界相应，这个是得人身啊。咁三恶道呢，同贪相应的呢，这个是恶鬼道啦。同真慧相应的呢，地狱道啦。同愚痴相应的呢，畜生道啦。在十法界里面，这个里头还有一个修罗道，修罗是比较特殊的。修罗是修善，亦修上品十善，但是没有四无量心，而是共高妄慢，嫉妒心很重的，好胜心很强的，他亦修上品十善，这种人是修罗因啊。都是罪，无非是罪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起心动念同哪一个相应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，觉得自己起心动念同哪一个法相应，将来就到哪一个道里面去受生了。你到哪一道去投胎，讲实在话，没人在这个地方去逼迫你的，没的，完全是自己造作，自己感受。这个里头没有别人同你做主宰的，上帝亦做不到主的，阎罗王亦做不到主的，佛菩萨还是一样做不到主的。谁做主呢？自己做主的，就是你起心动念同哪一个法相应。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了，每一日起心动念自己就很清楚了，自知道自己的念头落在哪一度。这个人是觉悟的人啊，明白的人啊。我们要想往生善道去，顺善知善是佛菩萨这两道啦。要想做佛菩萨，那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，用清净平等觉心去修六道，起心动念同依相应，你走的是佛道了，你没有走错啊。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同贪嗔痴相应，咁你走嘅係恶道啊，
你走的是三途，法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到哪里去他管不到啊，他没有能力来限制我们。所以大乘经上才说，佛自己说佛不度众生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众生得到是哪个度去的呢？自己悟自己度而已。佛只是给你做增上缘而已，所以佛法是师道啊。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，同世间学校老师一样的，老师能教给我们，把这些道理讲给我们听，我们明白觉悟了，方法教给我们，我们自己要去做才能得到好的成绩。所以成绩的好坏跟老师没有关系的，老师再慈悲再爱护我们，也不能把我们的成绩提高，要靠自己的努力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学佛将来要到哪一个法界，要得什么样的结果，完全是靠自己的。所以学佛的人和不学佛的人差别就很大了，不学佛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不知道怎样的修法，多做善事。世间人现在一般崇尚大慈善家，多做善事，如果多做善事还有一个好胜心，要明在社会上可以去要地位，要大家到他对他尊重，对他赞叹，有这个意念在里面呢，我们就知道他的果报在修罗道，看他修的福大小，福是要大的呢，天上做阿修罗，次一等的人间做阿修罗，再次一等的在饿鬼畜生里面做阿修罗啦。所以唯有接受佛的教诲，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，断恶修善而不执着，心地平和，用现在人说的话呢，永远保持低调，这个就好了。你走的是菩萨道啊，法菩萨对于任何人谦虚恭敬，对善人谦敬，对恶人亦是谦虚恭敬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的。最近我们在学习华严，这部大经可以说是把虚空法界都讲到了，
切众生之旅，冇一类漏咗噶。佛喺经里面到最后总归结，归结到十大愿王，总结十个纲领。所以十大愿王展开呢，就是全部的华严经。华严经最后浓缩就是十大愿王。所以你要真正了解十愿里面所含的意趣、修学的方法，你不了解全部华严经，你怎会知道啊？你怎会会修学啊？那个是总纲目啊。可是这个总纲目，我们再要把它简化，我们提出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、看破放下、自在随缘、念佛，这二十个字。诸位想一想，这二十个字和十大愿望相不相应？然后我们修行用功，先至真的掌握到要领啊。我们修什么呢？起心动念和这二十个字相应，把不相应的念头通通改正过来，念念都相应。咁我哋知道，我哋走嘅系菩萨道，我哋走嘅系成佛之道啊！华严到最后结归到西方净土，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！我哋依二十个字最后结归到念佛，所以喺行门里面系越简单越方便。解要深要广，行门要专要一，功夫先至得力嘅。而家有好多好嘅同修、好嘅修行人，时时同我谈起嚟功夫不得力，好想自己嘅功夫得力。为乜嘢功夫不得力呢？你要知道原因啊！不得力的因素就是我们举心动念不相应，依旧还是贪嗔痴慢，那怎么会相应呢？道理就在这里，原因也在这里了。菩萨在这里后面这几句话讲得好啊，脱获善利，多退初心。脱
是脱离苦三恶道，菩萨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。诸位要知道，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的都叫地藏菩萨。观音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，文殊菩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，都叫地藏菩萨。所以地藏菩萨的名号绝对不是专指一个人的。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就很执着了，哇，地藏菩萨决定不是观音菩萨啦。就好像我们学校老师一样，这个老师是教国文的，国文老师绝对不是英文老师，哪里知道他在我们这里教国文，在隔壁就教室教英文，他多才多艺，他样样都得啊。我们这样就搞错了，所以你要真正通达明白了，知道一个人具足一切菩萨名号的头衔，佢都系啊！佢系乜嘢场合，我哋就称佢乜嘢菩萨。诸法如来亦系咁样啊！呢个系讲佢教化嘅呢啲众生，好唔容易喺三恶道。俾佢觉醒过嚟，呢种醒悟呢，一个系菩萨教学嘅善巧方便，另外仲有一个系呢个众生有善根。如果冇善根呢，菩萨对佢咁系无可奈何啊！点样讲，佢亦都唔相信，佢唔能够接受，佢仲要排斥添啊！有善根的人，你一讲啦，佢点足点头，觉得有道理，佢就相信你啦。善根深厚的人，佢能够依教奉行，所以一定要有善根啊！菩萨喺恶道里头度众生，都系善根深厚的。呢啲人回头。向善，一念回心就离开恶道了。离开恶道多半是到人天，到人间来的多，到天上去的少数，而且到天上多半是四王天和忉利天。生到人天的这个是善利啊，他得到善利了，可是一生到人天之后呢，又退心退转了，又迷惑了。唔单止迷惑啊，欲遇恶缘，念念增益啊，益系加多。我哋睇睇而家嘅社会环境，六根所接触嘅都系恶缘啊，自己无始劫以来。烦恼习气好重，再睇到外面呢种种诱惑嘅恶缘，念念增益，就系又做恶业啦。呢几句话确确实实系把我哋而家社会嘅现象
描绘得淋漓尽致啊！太清楚，太明白啦！我哋自己生活喺呢个环境里头，唔知道，所以呢几句经文，我哋要特别把佢记住。时时刻刻想到菩萨的教诲，我哋确实生活喺呢个环境里面。如果没有高度的警觉，一生虽然愿好殊胜，得到人生遇到佛法，愿虽然殊胜了，将来果报并不殊胜，怕是重要堕三途。得人生都靠唔住噶，你要想来生再得人生，你就谂谂你嘅五戒十善有冇做到？五戒十善，自己非常冷静客观去观察，我哋五戒十善可以达到80分。咁来生得人生冇问题啊！如果五戒十善能够达到满分，来生决定升天。假如五戒十善连50分都保唔住啦，啊，咁就危险啦！沙漠到去啦，我哋世间一般人讲嘅，人死咗就做鬼啦。六道里头为乜嘢人死一定要就做鬼呢？为乜嘢唔讲人死咗又嚟做人呢？人死咗去升天呢？为乜嘢唔咁讲呢？大家都肯定人死咗去做鬼呀。这个讲法亦不无道理的，鬼道贪心重，嫉妒心重，我们看边个人没有贪心，起心动念都是贪。世间人贪图五欲六尘，现在的世间特别贪财啊！学佛的人里头仲有贪噶，贪佛法啊！诸位要知道，贪佛法仲系得变成恶鬼啊！唔系话我哋把贪嘅对象换一换就得嘅，唔得嘅。佛是教我们断贪心，不是教我们换对象。贪佛法还是变恶鬼。不过在鬼道里头比较有福报就是了。理事都要明白，都要清楚，然后先至知道自己而家一生走嘅系边一条道路。下面一段系比喻啊，是等辈人，就系指一啲造作罪业嘅众生，前世接受佛菩萨嘅教诲。一转世把前世的通通忘记得干干净净，一生当中未必能够遇到法缘的，
未必能够继续再修学的。多半都是退转的。所以这些人如履泥途，浮于重石，这个是举个比喻来讲的。这些人好像去走在泥潭里面，那是很可怕很危险的。一不小心就陷到泥里面去了。不单止走险路，而且还负于重石。换句话说，加速到这样堕落，渐困渐重，逐步深坠。这个是陷落去之后你冇办法出嚟，陷喺泥滩里面，我哋知道呢个非常危险、非常可怕嘅，因为陷喺泥滩里面动弹不得噶。比跌落水里面仲可怕，水里面你仲可以游啊，仲可以喐啊，喺泥滩里面动弹不得啊。若于善知识，替于减负或存于一副，是知识有大力故，扶相辅助，劝令劳脚，若达平地，虽省恶路，无再经历。从这个比喻，我们再回头再来论事。这个人如果他有缘遇到善知识，这里说的知识就是菩萨了。有缘遇到佛菩萨，佛菩萨帮助你，这个是从比喻来说的。或者是帮助你减轻你的负担，或者是把你的重担完全接过来。这个都是比喻。哇，这个知识有大力故，它有能力，它有这个力量。大力是指什么呢？佛法里头讲的五根五力，信尽念定慧，善知识，有这个大力来辅导你，来帮助你，劝令路脚，劝你企稳。与善知识的条件就是善心善念了。大乘佛法里头常讲的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所以善心善念要生起来。咁就能够感动佛菩萨啦，感应道教，不可思议。露脚是比喻善心不退啊，
咁就係你嘅腳跟就起實啦。若得平地，平地呢個係超生啦。是比喻人天两道的，天台大师和我们讲解十法界，他讲得很巧妙，把十法界开成一百法界，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具足十法界，所以叫百界啦。《法华经》里面讲，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。一百法界千如啦，天台家讲嘅百界千如，百界千如系讲宇宙人生嘅真相。我哋今日喺人法界，人法界里头有十法界。如法教诲，我们起心动念和自性平等相应，我们就是佛法界，起心动念和六道相应，我们就是菩萨法界。所以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的，这个是三恶道的法界。虽然我哋而家仲喺人道，但系你造作嘅系三恶道嘅业因，将来必定恶道嘅。呢个就好比我哋而家已经跌落个泥坑里边一样啊！遇到善知识啦，遇到佛菩萨啦。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讲出来，我们觉悟了，觉悟了快点要回头啊，脚跟马住啊，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决定和五戒十善四无量心相应，这个就是露脚啊，这个就是达到平地了。每后这两句讲得好啊，虽省恶路无再经历。恶路呢是通达恶道之路，就是贪嗔痴慢啊，这个是通达恶道的路啊，不可以再走啊，再走冇人能帮忙噶啦。起心动念能同阿弥陀佛相应，呢个系成佛之道。怎样才能和阿弥陀佛相应呢？用平等心念一句佛号就相应了。平等心就是清净心，所以念佛堂的堂主啊，时时提醒大家放下万缘，放下身心世界，
如果世界人好人亦好，坏人亦好，同我通通冇关系。我见如不见，问如不问，就用一个清净平等心去念阿弥陀佛，咁你走嘅路系成佛之道。决定唔受外面境界嘅影响，咁你成功啦。华严经真嘅系无上法宝啊！我哋喺华严经上睇到世间种种嘅现象，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，是不是真的呢？完全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的。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用什么心态来看呢？清净平等心去看，通通是诸佛菩萨现的。凡夫只有我一个而已，我一个人是凡夫而已。这句话好有道理的。肯定是诸佛如来现的。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呢？话不上讲的，为心所现。心就是真如本性，心就是圆满法身。大家时时在经上念的清净法身，清净法身变现出你的境界，这个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。应以什么身得到，他就现什么身。所以一切的试验是来度我一个人的。几时我明白觉悟过来了，睇到大地众生通通是诸佛如来了，咁自己就成佛了。法眼睛睇一切众生都是佛，菩萨眼睛睇一切众生都是菩萨，凡夫眼睛睇诸佛菩萨都是凡夫。话唔上讲嘅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啊！你今日是动的什么念头呢？你就是在那个法界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，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修，如何成就自己无上菩提啊。这个是修行正果绝妙的方法。使到自己在一切境缘当中真正成就清净心，真正成就平等觉。所以一切众生种种的事件，种种的作为，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啊。要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，我们知道种种的事情都是为到自己的，都是叫自己的心在这个境界里头平落来的，
我哋睇到不平，嗰、那个系我哋自己，仲有烦恼，仲有习气，仲有妄想分别执着。过系喺自己啊！所有一切嘅境缘，我哋接触到之后，心系平静嘅，冇妄想分别执着。这个时候你接触外头境界生智慧啦，清净平等觉现前啊！所以是虽省恶路无再经历啊，以八个字苦口婆心啊，我哋要能体会。再睇下面经文，世尊，杂恶众生从千毫间变至无量。杂是杂性，我们一般人叫习惯。无始劫来的习气，恶习气多，善的习气少啊。如果善的习气多，他起心动念，一切作为自然同善相应。为什么我们一切的造作同恶相应呢？是恶习气太重。起心动念呢，从千毫间变至无量，这个就受外面恶缘的影响了。他的注解里头亦注得好啊，恶习是指种子，习恶是指现行，这个讲法亦是好好啊。我们里面有恶习的种子，无始劫来的习气，遇到外面的恶缘，他就起现行了。起现行就做无量无边的罪业。这个事情非常可怕的。所以堕落在三途恶道，好不容易出来的。是诸众生有如此习，临命终时，父母眷属以为切腹，以知前路。这个是讲到修福了。家亲眷属要怎样去帮助他们呢？在生的时候劝导他，他不肯回头，我们知道必堕恶道了。就如前面婆罗门女和光目女，这个是给我们做出示范的，做出榜样的。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，怎样办？应该同他切腹，知是帮助，对他的前途
希望能够有所帮助。真正帮得到忙的呢，同诸位讲，只有佛菩萨啊。除了佛菩萨之外，太难太难了，哪个能帮得到忙啊？下面这个是教给我们修福的方法了。修福的方法非常多的，这里只举几个例子，希望我们能够举一在一个例子里头，能够想到好多好多修福的理论和方法。文一知十啊，或远梵盖，或热及燃油灯，或转读尊敬，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，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，一名一号，力临众人以根，或闻在本色，是诸众生所造恶业，计其感果，必堕恶趣。愿是立眷属为临众人修此圣因，于是众罪率皆消灭。经上所讲的好似是很容易，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，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？如是众罪率皆消灭，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？现在的人读了没有说不怀疑的，我们亦怀疑啊。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述的没有真正的理解。如果真的理解了，你就不会怀疑了。第一，这个因素呢，要正法住世啊。